早安。今天候选人来到了捷运凤山西站，那站在青年路与自由路繁忙的街口，跟大家说早安。那今天天气也比较凉了一些，那大家出门可以多穿一点衣服，不会着凉。现在外面天气虽然飘着一点点小雨，但是各位网友早安。那个我们今天哈是在那个凤山西捷运站，就是青年路跟自由路口，这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进凤山跟出凤山的一个很重要的交叉路口。那因为这个位置呢，我们其实是昨天应该有站，但是因为昨天。有一个重大的案子，如果大家有看到新闻的话，可能会看得到，就是我们到台北去跟赵天麟立委一起召开这个庆福案幕后的这个滔空集团 QD 这样一个那个记者会，所以昨天一早呢，我们就赶往这个台北，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或者今天赶快，昨天晚上上完节目之后赶快回来高雄，那今天赶快不站这个位置。所以今天早上还在跟大家这个道早啊。昨天台北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凉了，那今天回高雄，可以感受到，就是说高雄在变凉，这个秋天、冬天的即将来临。那个大家出门哦，要多穿一件外套。那因为有点像飘雨，要带雨具。那我们就继续跟这个市民哦，跟道早安。
时感冒。稍微这个雨飘的有点更大一些些，不过还好，这个待会看这个电话变化状况。那这个因为小编换了一只新手机，这个所以这个不一定可能可以防水，所以说我们今天直播先照这样告一个小段落，那我们要继续跟这个视频道早安，拜。